伊即摆状况我拢了解啊，严格我想要确定的是，林爸即摆对迄个陈雪英，敢拢无感情啊？你若是互查某人设计，你敢会当接受？所以恁爸即摆身躯边拢无人啊？我唔对，阮妈过身以后，阮爸就是一个人。虽然有当阵有一挂查某人，也是妈妈上想要接近阮爸，也毋过阮爸拢无甲伊囥伫眼内，只是有时阵会带客户去交关。我爱你离开，莫再拖累你啦。原来你这大头家这么爱吃醋啊！所以张志成跟丽娜无关系啊。敢讲伊逼我离开，真正只是为了丽娜好。是安怎？你这么关心阮爸的感情啊？即马你有离房危机啊！想知影啥物时阵阁来一个第三房、第四房啊？阮爸无遮凊彩啦，伊上爱的查某人就是阮妈妈。我是请你来跟我斗三工的，毋是互你来一意外的。别人做生意拢尽量表现家己的优点啊。你说一直表现你的缺点给我看，你要我跟你斗三工，来确定你是值得我斗三工的人啊！你若是安尼，一直无法度控制你家己的情绪啊！这场战争你绝对袂赢，所以我才需要你跟我斗三工，把阮爸的公司收掉的，顺便对付陈雪英。我甲张志成这世人的牵连嘛，像亲啊，一直咧互相伤害。本来抓住我出家了，嘛等于甲过去甲任何人恩怨拢结清啊，煞阁无说你害受伤，无甲即马呢？若是真正参像张元勇讲的，迄、那个陈雪英遮尼有心机，那咧张志成拼一世人，嘛算是白了工。啊！你是克鲁好阿伯啊！我真正足得劲的。应该想清楚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你嘛知我是什么好人嘛？而且天鸿集团的产业是叫恁张家买走的。你敢唔惊你家己是请鬼拆药单？我当然会惊啊！严哥，我相信你绝对搞到三工的，而且。我卖给你一个东山再起的舞台。我手卡洗手这么久啊，无需要舞台。吴汉光，你到底想要提啥？条件做你开啊，一个月20万、30万，加一台车。吴汉光。你即摆叫的这个人已经无存在啊！而且这场战争太过复杂，我无想要扛。我唔是叫你去台南放火啊！我只是爱你教我安怎解决内忧外患的问题。元志。你即摆连饭都袂晓顾啊！饮啥物鱼汤啦？百干会当啉，赶紧去病房吼收掉就好啊，知无？到底爱我哪个？你才起相信我？我是为了公司，为了咱两个去换这未来。输死就是，你家只要输了了，害我把糟蹋我老爸贡献，都是你造成的。你不要说，你不要说，你害我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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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哥最近敢好？甲以前同款啦，啥物拢袂晓，敢若会晓甲我添麻烦。张志成甲伊大汉后生出代志，我拢有责任。不管安怎，至少嘛爱替伊甲家产保护甲伊清醒为止。商场如战场，既然决心要甲人输赢，就绝对袂当软心。所以，你即摆答应要甲我斗三工？你敢有看过八神？两个歌手过招，就一定会两败俱伤，像不是头破血流。过程中有输赢也是正常的，进攻的时阵嘛是你找对方弱点。也不过任何比赛，只有一个人会当赢。你唔呐爱拍倒对方，嘛爱比对方加留一口气，喙齿骨咬硬，胃头壳白起来，才会当成为唯一的英雄。你想哪？